有点儿童剧《小绿公主》，主要阐述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，首次在布里斯本人文学校演出，个个是看得目不转睛。一个经验，因为他们知道因果关系，然后知道说做好事就会有好的结果，做坏事他会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。相较于新马的演出，人数精简许多，但就地取材，由当地慈亲和小朋友一同上场，场面同样热闹。比我小很多，所以就觉得我需要年轻的有年轻的心来对待这个表演，因为也是给小朋友看的。联络点负责人也粉墨登场，并且发起了围裙义卖，要为会所整建筹募基金。马来西亚的师兄姐做了这个围裙跟这一团，希望跟他们大家结缘，没想到这一团的师姑伯跟小朋友一起又把这个捐出来。透过慈济科大亲善大使法兴之爱，从马来西亚传到澳洲来，也让这趟旅程增添美好的回忆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义川、陈秀珍澳洲报道。